哎，我们有在，你有两个相同的。欢迎大家来到 My Quiet Tuesday 第十一届 UHC 倒数两届 UHC 咯。这样香菇，因为姚说这是倒数第二届了。你为什么姚？为什么姚？香菇，对，因为姚的东西要停办了。我是第一届，倒数两届，不能增加，那我们就减少了。不是啊，你说，所以我们原本你还要再打，明年还就没了。明年还有，我说的就没错。可是如果明年继续有，我讲的也没错啊，怎么样都没错。倒数两届了，姚没有人。难过，香菇香菇，难受香菇。感谢 U 的内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来吧，斗内，杰林啊，安妮，自我介绍开始。自我介绍，哦，我 always 第一个 ，you know， 我是安妮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就告诉我们取 A 开头的重要性，全场就看我一个，真的假的？第一个当雷神，这么快啊？哎，没有，你是赢过，都是觉得第一主播，第一主播，想当，大家好，大尼，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来猎杀老婆。哇！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在这里郑重的跟各位说，谁第一个把老婆杀死，我就会寄小礼物到他家。哇！猎人头，我说到做到，好不好？想要抢我的神秘小礼物，请用力的猎杀那个姓老名婆的家伙，外府二零，外府二零。好了，你太多了，你太多了，下一位帮你，你可以下台了。下台，对，邦尼，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是邦尼。那今天呢，我的目标就是，不要射我啊！今天第一主播，我绝对不要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九十，我要最后进去那个小空间里面，好结束。有梦最美，有梦最美啊！有梦最美，好励志哦，好励志哦！我进去小空间里面再死，我也觉得没有遗憾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要进到小空间就对了。没错，一定要挤进那里。你有进去过吗？我有，我上次有进去过。魔术小空间，天哪！巧克白，巧克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白。上一次我说想要当击杀王，就不小心就冠军了。哇！我想要当击杀王啊！我天哪！啊，好了，允月，好，允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允月，第一次参加这个 UHC 哦，我只希望不要太雷就好了。第一主播，第一主播，不过别想了，第一主播了。下一位。好，我是三尾袋选框框。狂啊！够狂啊！那我希望我可以在去美国之前再打一场精彩的战斗。你要掰开你手中的魔法卡了吗？啊，单机卡，单机都能跟我同队，跟他一队的会被克，好不好？他专门附属技能就是克队友，克队友，好烦呢。下一位，队友是吃还是不吃？姚，哎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人订阅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跟你说。好，那个，哇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上一届手杀害人家去当第一主播，今年我不会客，哎，这不是今年，这个月我不会客气了，我就一样，我要把第二位一起送上去。请问为什么是第二届倒数第二届了？倒数，我是说今年倒数第二届，好不好？第二届，姚要隐退了。没有隐退了，隐退了，再回，我好难跟你们沟通哦，不送了，下一位，法师。繁星，完全认不出来谁是谁，超像的。哎，叫你啊，长度名字长度都一样，哎，叫我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师。好，没了。好，结束。
所以跳过两个了、哦。小哥你啊，那个小哥你啊，不要理他们了，不要理他们了。小哥你，小哥你，小哥你。那个哎，这一次好多那个新的没的小伙伴，我希望可以让他们在主播台开开心心的聊天。是怎样？小雨，小雨，是怎样？谁呀？感受到一种恶意啊！感受到一种恶意。小雨，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那这次我希望可以再进去里面玩的时候，每次好像都有进去的样子。啊！进去那个主播台。我要求你帮忙接受我，你是要进主播台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要进小框框。那个是石井嘛，对不对？石井。嘿呦，嗨，我是石井，我。唯一的愿望就是活得比秋风久而已，没了。别想，每个人都这样想。这个愿望有点贪心。我平均活一个半小时，好不好？我平均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。接下来是喵哈，喵哈。Hello， 我是喵哈，我只要不要拿雷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是把我的 Q 键换的。喵哈，大家愿望都好渺小。大家愿望好渺小。那哦，那哦。他要在吗？那他不是他在忙直播那个东西设计吗？他不是在忙设定、那个没关系，我帮娜欧介绍一下。那个记得死掉的时候要回到大厅哦，不然会被观众骂哦。哦，我刚回来。OK OK OK。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，我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娜欧。上一届被两人一狼刚刚好啊，希望这一届可以换我是去刚别人啊。好，谢谢。曹哥，曹哥，曹哥，曹哥。豪哥也不在哦。豪哥刚说他那个他要打字。那先等一下再说。Hello， 乖乖，大家好，我是豪哥。啊，豪哥。然后这次一样，就是今年倒数两届啊，希望拿一下冠军，赶在今年前。你都还没有在正式的赛杯中拿到 UHC 冠军，是不是？对，乖乖，你参加只有非正式的。基本上他也参加三分之二，几乎都有参加吧，应该有十届了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小燕，小燕换小燕。我有一点想要拿那个第一主播。该列人头喽，各位，各位，不要跟我同一队哦，不要跟我同一队。不是因为我现在喉咙有点痛，所以我希望可以。就是一上一届冠军的运气，一直到这一届下来还是冠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先去当主播了。主播要讲更多话吧？对啊，主播要讲更多话哎、欸。那算了，还是赢冠军好了。好，大家，我的天哪，我是小燕，那吉来吧。我是那吉，就这样样样样样。哈哈哈哈哈！自带回音，为什么会有回音？哇，自己带，终于进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，然后请大家刀下留人。刀下留熊，刀下留熊，刀下留熊啊！刀下留熊啊！对，刀下留熊，刀下留熊。知足来了，胡子大叔，知足，胡子大叔，他的聘好低哦，天哪！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子大叔，知足，今天来吃熊猫肉吧。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一届是大家各种猎人头吗？不能这样啊！什么古堡哎？那个老婆换你了。对，安安。那团团来吃我的肉。哇！换我了吗？哇！老婆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婆，第一次参加 UHC 大赛，但哎，猎我头的人送你一包韩国辣泡面。哇！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可以啊。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老婆打死他，不然一刀你倒你。我有辣泡面，然后加码啊。哈？谁？乌心呢？换乌心。我啊。乌心、哦。你要吗？好啊，送你啊，拿去。不行，麦克。我说我也有，我帮你加码。哦，你也有。来啊，乌心，乌心。乌心。乌心不讲话，他就乌心失踪了。乌心也停止运作。那曹哥回来了吗？还没。喂喂喂喂，巧克力，可以啊，有心。啊，喂喂喂，今天呢来凑人数，希望可以早点去主播房跟观众聊天。我觉得以你的实力，你起码会赢死六七个人吧。我的天哪！等下看到岩浆就跳下去，你就解脱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猫乐。
Hello, 我是猫乐，然后我只有两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我不要第一个死，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我不要跟娜吉一对。金姐，我以为你的愿望是我不要第一个死，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我要第一个死。曹哥，曹哥，曹哥回来了，曹哥。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曹哥，曹哥，嗨嗨，我希望我今天可以拿冠军。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你这个愿望太大了，这个老婆好低潮哦，奇怪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所以换我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这一届特别多女性玩家哦。那个我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女性的雷神，第五届到现在全部都回没有。我希望这一届出一个女雷神，好不好？哇，女神，等一下，来，我要是你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风破。好，我是风破。那个你要站那边站，好，就这样。啊？什么？你要站那边站。哦，好好，是哪边站？哪边站？在旁边站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这边的那个智商比例好像有点不太高啊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还是听不懂。巧克力，多看点书，增加知识。阿记，换你了，阿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人订阅。哇！订阅！我也要订阅那个，现在订阅秋风的可以加入秋风的赖群哦。加了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记，然后我有两个话要说，第一个是，好棒哦，大家不要叫我做一点十亿的东西了，拜托了，好累、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有他游戏了，哎，按到按到，抱歉抱歉抱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当冠军啦、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下一下一届一点十亿，下一届预告就是在森林大宅开战，好不好？不是一点十亿东西改很多哎、欸，那指令要改很麻烦，会死掉不行。让我们来感谢一下哈记，感谢哈记，感谢哈记，观众快趴趴趴哈记哦，哈记你改一改，哈记快点。来介绍一下书，因为这一届实在太多新人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。打开第一本书，来，各位同学们，打开第一本书。第一本书叫什么 ？UHC 的核心哦。对，我们分五队，然后每队有五个人。那死掉的就是观察者，观察者请到大厅，不要留在圆通话，拜托、不然会被观众骂，我不会骂你，观众会骂。地图大小500格，好，看一下第二本书，难度是周峰老师的，对，难度是3，就是困难。那每20分钟会提醒你，不能去地狱，没有办法做回复药水，没有办法弄出附魔金苹果。物品要自己烧，没有免烧。队伍会互相推挤，所以然后不会伤害你，跟你同队的没有办法砍你，除非用岩浆烧你。问瑶就知道了。那个按 tape 会有血量，然后你们头上目前也都有20这个血量。好，物品要自己烧，记得。那看一下第三本书，那个前60分钟边界不会收缩。那收缩大小是不是敢弄错了？等一下打一下，对不起。对，收缩到16×16，哈记帮我调一下，收缩到16×16。那收缩时间40分钟，80分钟之后就不会有怪物，不会下雨，是白天永昼模式。前20分钟不会看到对方的 ID， 所以20分钟之前你可以采偷袭战术。如果你想要猎人头的，前20分钟是最好的时间了。那100分钟过后，当边界收到16×16的时候，那个人就会发光了，你就知道对方在哪里，也可以开始猎人头了，好不好？前提是你要活到100分钟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记得死掉的要到大厅哦，记得，记得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最刺激的时候要到喽，分队喽，分队，怎么分？不敢看，好，要分喽，要分喽，分吧，分完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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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保证啊！完蛋了！我一定狂跟姚吵架。巧克力跟小玉呢？哎，这次都难了。哎，小玉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会玩哈？你会玩哈？我当然会玩啊！好了，那個、我们先下去，我们先下去，各自再看一下，各自再看一下，来，这什么颜色啊？这是橘色吗？绿色，蓝色。喂，嗨，哎，又是小克白，小克白，嗨，那哦，嗨，喵哈，我们就四个人玩啊。你干嘛这样？哎，我的键盘至少还有一个技能会挖矿，好像有一点。你那边会有一点哦？那我再调小声，因为我换麦了。你调小，我还在调整。哎，那个法师和那个繁星同一队。哇，他们的 ID 超像，不能看颜色。好混乱啊！我们有什么战略吗？看一下哦，我还不知道现今天的地形就是一般的地形，一般的地形，今天很一般，你看树超多，因为配合那个玩家实力，所以就调比较简单的。那请问森林有狼吗？没有。哦，太好了，甘蔗好像不多哦。那个狼太是，在水边应该有，水边就比较危险的感觉。那个乔哥一定会搭着船在水边找人猎人头，我们可以玩碰碰船。可以玩碰碰手，对，猎人头，猎人头，记得先灌自动跳跃哦。对，万恶的自动跳跃。对啊，先把它关掉，选项哦，按键设定关掉。我们要把自动跳跃关掉啊。1.10的心动。那个纳欧，你的那个背景声还是蛮大的。好，我再调。猫乐，你会关吗？我不会，从哪里关？哦，完蛋了，我们就四个人玩吧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选项。然后你按按键设定，有一个自动跳跃关闭。测试，喂，奇怪，你的背景声音比你的声音还大哎、欸！好，我关掉了。因为我突然发现两只猫都在这里耶、欸哦。好，我已经放弃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我是想改啦，我是想改小声一点。有，我感觉哦，对啊，紫队。紫队会不会有点强啊？所以我们有什么策略吗？对，没有啊。那就一起走就好了。我们什么策略都没有。我们一向都没有的、啊。反正，那我们一开始要干嘛？还是有牛吧？打树，应该有吧？应该有吧？打树。对，打树。好，找甘蔗，找牛皮。对，找牛皮，找甘蔗，找到就可以下去了。对，那我推荐猫乐跟喵哈，就是两个在一起砍树，互相警戒。砍树砍完就往下挖好了，那些我们就赶快砍树，够树苗够了就下去。好。对，然后阿克白，你要跟武秋风去吗？好啊。我都可以。这一届的那个树很多，所以我不担心没有树啦。没，我担心的是。能不能找到牛皮又安全？对，我也是担心这个。所以说最难的是看我们要是不要三个人，还是我们三个人就是砍树挖矿。好啊。看你那边决定要怎么样。OK 啊，我是很怕遇到他们啊。就这样，就决定这样，两个下去，说不定我们死了还可以靠他们两个。真的好啊，那我们搞定石斧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找吧。这样被偷袭应该还可以。石斧是不是好？石斧之后再出发好。好，所以、啊、那我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啊，我们跟武秋风一起去找那个牛皮甘蔗，然后找到就下去吧。好，希望附近就有，马上就可以下去。然后我跟喵哈走吗？打树，打树，打树，跟着我。好哦。第一次参加哦，多少有点紧张哦。哎、欸，这一次的中心是00哦。对，很准、欸哦，好棒哦。对啊，很好记。看一下哦，还有其他队伍还没 OK， 还不能按。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？没什么要讨论的吧。哦，喵哈跟猫乐，记得离水。如果你们在水边附近，就眼睛放亮一点。我觉得甘蔗真的就会在水边附近，会很多人走在河边。我怕的是他们被偷袭啊！很多人应该会走在河边。
我觉得这数这么多，这被偷袭的几率很高哎、欸。我们才一个，我们才一个新手，应该还好吧？开始咯。